行啊，吃完了。吃完了，这饿了一天了，这相当于。怎么样？这家美了美容，你看看，哎，哟哟。现在他们就害怕对方碰他们。先忍忍，几天的事儿就过去了啊。给他们抹点紫药水，消晒盐。这个紫药水啊，第一是消炎，第二是拔干，第三就是不招苍蝇。这个紫药水对他们是特别好。现在棉签呢？棉签，哎，我放屋里边了，你去拿去吧。嗯，你看现在绞完耳朵，现在有几个小时了，现在应该是晚上差不多11点了，他们8点左右剪完的，现在3个小时了。嗯，这个精神状态呢都恢复过来了，但是呢就是害怕对方碰他，一碰了就叫的特别响。现在这个耳朵呢就开始有一些肿胀了。在这上面吗？你就得在这上面，要不然你控制不住。你先来，你先来，你懂啊。紫药水俗称甲紫。现在已经干了，你看。嗯，干了。眼神，小眼神。更加的漂亮了，这小脸庞。隔上几天拆了线就开始看出来了啊。对啊，这正好这条小母狗。嗯，看耳朵，哎呀，肿胀了现在。对，行行行，可以，挺漂亮的小家伙。啊，你先下去吧，在这个里边吧。进去睡觉去。一下摸耳朵上。你拎的时候拎中间，别离这个脖子这块近。你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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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一条小母。谁离我近，先给谁摸。懂啊，我尽量是不动你们耳朵啊。其实抹完这个他们舒服，凉凉的，然后。不疼，抹到毛上了。嗯，没事。你看他的腿在发抖，第一个他这个耳朵也疼，再一个就是从剪耳到缝针，然后到自己的小伙伴再偶尔的触碰一下，那个疼的感觉真的是。无法形容了，就是。人生就这一个，人生狗生就这一次啊。对，狗生就一次。嗯、好了好了好了，你 下来吧。下去。哎，看，放底下就没事。嗯，没事了，他们现在已经。这个跑龙，你看造的。这个是小公，你看这耳朵多漂亮，这耳朵。等立起来更漂亮。哎呦呦呦，没事没事。他不让碰了。嗯。尽量轻一点啊，懂啊。小眼睛，你没发现他们的小眼睛特别有神？嗯，对。疼是吧？啊，还躲着我呢你。好，抹一圈就行，别躲了，走，下去了。有的都已经进去了，甩甩甩吧，甩甩。哦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这踏雪，但是踏雪不是个好惹的主，我跟你们说。他这玩意儿打完麻药了，他那精神头还依然存在，一直叫叫。吃着满嘴。嗯，满嘴肉。
给你打完麻药了，你就睡觉呗，啊，不睡，在那叫。别害怕啊，抹上药，第二天就好受了啊。他现在，他现在不是害怕，他现在疼。对。嗯。拎一下，别动。小帅帅小伙不是小帅伙，帅小伙子。好了，下来吧。你那姐妹三个都进窝里了，这咋还有一个？你还在这儿干啥呀？凉快一会儿。这耳朵反正就是不舒服，这绳还捆着呢。没叫你，你从窝里出来了。小玫瑰来了，小尾巴摇的，你看人。你小姑娘，你咋不打哆嗦呢？啊，哈哈，坐下了。这我们家大公主。哦，别动，别动，越动越疼，不许动。你看他就是，他跟别人就是不一样。跟别的狗。啊、哦。别狗，别的狗。嗯。好，那不那面不抹了，行吧？好。哎呀，你倒替他疼是吧？别动！看、抹匀了吗？嗯，行，沾一点。明天一天两次的抹，早晚各一次。嗯。好，下去，上那边。小鞠，该你了啊。小鞠的大脑袋。对，你看人家都不吭声。小鞠是那种忧郁的眼神。怎么样？嗯，不疼吗？我们是大男孩了，断奶了都。有时候你碰他耳朵，他要恢复的快的话，他耳朵是发痒的节奏，你一碰他还舒服呢。他这家伙估计好得快。嗯。嗯。啊。嗯。OK 了。看那个嘴，那个嘴这么大。这巨无霸讲耳朵，我感觉变样了，是吧？看立起来啊，立起来就更帅气了。看我，你看，哎，害羞了，下来吧。OK。找你，好，你也回窝里边去，回窝里边。哎呦，别甩，可能吗？你想？嗯，他过来了，你过来了。好，我给你弄。事了啊，等会儿再甩。好像这个已经结疤了，看着像是吧？对，这还是在外边晾得快，他们这个自愈能力强，回去吧，小帅哥，回去吧。就他就容易每次你抱他的时候，你注意没？你再抱一下，张着嘴，真的。这不抱了，赶紧钻窝里边吧。嗯，这个窝里边放他们七只狗没问题。把那瓶子也得拿出来，占多大个地方？嚯！进去，这么大个瓶子，你说你放屋里干啥呀？就这里边的。嗯，这就有地儿了，你们睡吧。走喽。睡了。看，
今天啊，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把这七条小狗，把它们耳朵给它们美了美容，这个剪了一下午。再一个就是那时候有七点了嘛，七点多了，八点了将近剪完。对，那时候剪完之后就没让它吃东西，一直让它恢复这个状态。恢复状态，这不是夜里现在已经十一点了，先喂它一顿，不能让它饿着肚子睡过这一晚上。毕竟外边还是比较凉的，吃点食物它增加热量。嗯，就这不是刚才又上了点药，就后期看它那个恢复的状态了，看它如果快的话三四天长好了之后就可以拆线了，如果要是慢的话就得五天，多说五天，你要是六天七天的话它就容易发炎了，这个就后期看咱怎么自己保护他们了，看，睡觉吧，别看了啊，走吧，我们。